好，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到底有没有进展呢？我们从地图来告诉大家，红色是俄军占领的部分，而这个蓝色的部分呢、啊，看起来一小撮一小撮的，才是乌军收复的失土。换言之，看起来似乎成果是蛮有限的。主要哦，专家认为，其实乌军哦，他们是透过三个战线来攻击，并且探查俄军的弱点，但是成效不是很多，因为俄军早有准备了，准备了什么呢？其实被誉为哦是近代史上最广泛的防御工事。举例来说，他们设了反坦克的壕沟，后头呢还有龙齿，就是长得像这样是三角形的混凝土的障碍物，后头还有战壕，而他们的炮兵呢就在这三层防线的后头。另外在这之中啊，还有数千个地雷，当乌军的坦克车开到这些地雷里头，变得有点移动困难或是减速之后呢，俄军还会出动他们的直升机从空中来攻击乌军的装甲车，因此乌军的反攻才会变得寸步难行。而在俄罗斯准备这些攻势的时候呢，其实乌军哦，他们是组建了装甲旅，在欧洲跟盟友们一起来训练。另一方面，像是英国也提供了风暴暗影导弹，这个导弹它的射程是240公里，能够深入敌营，因此俄军的防线也倒退了。而美方呢也提供了乌军像是集束弹这样的弹药来提升他们的攻击能力。不过专家认为，其实时间并没有站在乌军这边，因为紧接着春天雨季来了，会增加乌军推进的难度。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